感谢的市长，还有文化局在一路上的对我们的一个支撑和支持。那我想今天有三位老师，我们来演奏几首台湾民谣，台湾的养分，高雄的这个文化素养，永远是我们艺术工作者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动。一路上其实很多的启蒙者，很多的支持我们的人哈，所以在这里我当跟市长一样，就是说我觉得我人生的启蒙导师哈，曾贵来医师真的是开启了我另外一个境界。那我想我整个的这个跨域的演出、跨域的创作，我深深的感动是来自于曾医师的一个字里行间里面对土地的关怀啊，人性的关注，还有我们对于整个台湾价值的一个展现。那这个也是在我整个创作历程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养分。那我当然在这个时候我也非常谢谢，就是市长还有文化局一路上，因为我们是高雄杰出团队这样被培养起来的，所以没有这个整个的一个强大的后盾，我们今年是没有办法在所谓的世界剧场的奥斯卡奖 WSD 从800多个这个团队，然后最后是职业组最后20个 final list， 然后我们是唯一的双向入围，最后得到了世界的铜奖哈。那这个我真的也很谢谢市长还有文化局在一路上的对我们的一个支撑和支持。那我想今天有三位老师，我们来演奏几首台湾民谣，台湾的养分，高雄的这个文化素养，永远是我们艺术工作者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感动。所以今天我们用几首台湾民谣，我们介绍了哈，台湾民谣就是大家听完就是这个感动哈。那几位杰出的老师，黄伟小提琴博士黄伟老师，也是我们一直在高雄的一起做准备的这样的一个老师。秦正老师好，我们的孙女汉林家好，朱老师好，今天有三种队，我们感谢我们科爱科天爱台湾民谣，再一次恭喜曾医师，也谢谢带给我们许多的这些非常好的一个支持和教育指导，好，谢谢谢谢。
好，快起立了，起立喽。